DJI Pocket 2内置四种常用的云台模式，可让您随时随地都能拍摄出精彩大片。DJI Pocket 2取景界面上滑进入云台控制界面，点击屏幕右下角图标，可切换不同的云台模式，选择默认增稳，此模式适用于大多数的拍摄场景。此时镜头横滚轴维持水平，俯仰轴和平移轴跟随手柄转动。选择俯仰锁定，此时镜头俯仰轴锁定不变，横滚轴维持水平，平移轴跟随手柄转动。此模式适用于高低机位切换等拍摄场景。选择 FPV， 此时镜头朝向完全跟随机身，画面不再保持水平。该模式适用于拍摄连续转动的场景。在拍摄状态下，长按功能按键，云台将完全锁定镜头朝向，相机镜头的朝向将不会跟随手柄转动。该模式稳定性较高，适用于拍摄笔直线路或搭配运动延时使用。Pocket 2新增云台跌落防护功能，当 Pocket 2检测到自身处于跌落状态时，Pocket 2将自动进入防护状态以应对跌落冲击，此时双击功能按键即可退出跌落防护状态。感谢观看。